太美了，太香了。给大家汇报一下，这是我的那颗香的玉簪啊，它现在开花了，真的是香的啊。这个味道我觉得类似于兰花或者茉莉的那种香，很好闻，是这个名字。看过我视频的，之前我介绍过它哈，现在是开花了，非常非常好闻，而且它的花型看有点像，真的也有点像那种风雨兰哈，或者说像百合哈，就是这种花型，看到没有，它是这个样子，超好看，超好看。